S23 Ultra 里面是自带 S 分比的，是自带 S 分比的啊，朋友们，我们正常去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，创建笔记啊这些都是 OK 的啊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S 分比 ，S23 Ultra 我们还是一样的啊，手机自带的，手机自带啊，就在底部。S23 Ultra 的那个泰语黄色呢，目前样机被借走了，没有在直播间，您可以先参考一下其他的颜色啊，参考一下我们的这个外观款式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正面屏幕画面啊。发布会都没开呢，你们问一问主播，主播也不知道啊。这个是 S24 加，这个机身型号大小，你可以先去做个参考。商城专属颜色的话，目前还没有到达直播间，然后还有其他的颜色也可以给大家做个展示啊，还有一个浅破黄。除此之外的话，我们还有那个蜜矿紫跟水墨黑啊，蜜矿紫跟水墨黑色。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啊，目前直播间 S24 基础的颜色目前就这六台，目前啊现有的就这六台。先行者当时你们享受八大权益，好吧，这个是我们直播间目前现有的24加的所有的颜色了啊，所有的颜色了啊，雅颜灰色，跟大家分别说一下颜色啊，雅颜灰色、碧石绿色、浅珀黄色、柔沙橙色，然后水墨黑色以及我们的蜜矿紫色，现有的就这六个颜色可以去做一下参考啊。灰色是因为那个灯光原因，然后我们稍微把这几个颜色给你们撤一下，把这个灰色给大家离近一点看就好了啊。这个是雅颜灰啊，雅颜灰看到没有，是因为灯光反的啊，灯光原因。他的意思是说产品包装本身都是没有的，这是因为直播间活动才给你们送的，明白吗？包装里边本身就是没有的，包装本身就是 S24 系列就是不送头的，这个是因为直播间专属链接的活动才给你们送的，是直播间专属才有，不是说所有人下单都有，商城买的就没有。还有想看颜色的吗？太黑色。这个是太黑色，好吧，这个是我们的太灰啊，太灰。这个是直播间的活动啊 ，S24 系列给你们限量送的那些是直播间的活动，所以你们产品去购买的话，得先那个，得通过左下方蓝色购物袋啊，一到三号链接进行购买下单。那个商城专属颜色以及基础色的那个泰语黄跟。那个泰霞橙色目前没有，还没有到直播间啊，还没有到直播间，这两个颜色没有办法给大家去看看实物，大家可以先参考一下图片。商城专属颜色现在是如果有货的话你们就赶紧去买，直播间专属链接一到三号啊，购买 S24 系列现在是有这个限量送这个充电头的活动啊，然后直播间今天购买 S24 系列晚上7点以后啊，晚场可以来直播间问一下我们的主播有抽奖。